掏。你别看我掏他一下不掉血，我掏他两下依然不掉血。准备收割。我强攻武器。掏。A 掏。进草刷被动。掏走了，吃个药。哎，我生了，你生了吗？掏接 W， 平 A 接掏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直播间的抽奖了。先学个一技能，好，这波掏起飞 ，W， 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！这轮参与的人还不是很多，看几个人啊？这轮一共就十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还有三十秒开奖。我掏接 W 起飞，致命点炎平 A， 死死！哎呀，我一滴血，我吐了！我还特意闪现了一手，看看能不能 A 出来一下。谢谢赫尔特，感谢李静晨，真就一滴血呗。还有两秒钟开奖，谢谢浊酒轻影，我是你妈妈。狗的猫宁死了吗？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无所谓，死一把就死一把。这人运气也是好，真的，真就一滴血，一滴不带多，一滴不带少。就正正好好一滴血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我们就慢慢抠啊，反正这抠也就二十点蓝。还好还好，这武器到底怎么回事？ QW 走， Q， 打不了回血平 A， 接掏平 A， 掏一上来打不了平 A， 掏一下。回血，马上我们升啊！回血，升个 W 溜。你这闪现确实没意义，兄弟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武器大师必须回家，回家他就亏。如果他不回家，我就把他打死。行，这波兵让他回家，这么多兵他回家能亏死他，他能亏出死来，懂的应该能懂吧。
还来一层塔皮。你看看多少兵，我回去了。7-1了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！先来个皮孩，不过没事，毕竟俺们这个英雄他比较的灵活，而且我这把不缺蓝，偷克能力也是相当高的。我能压了武器1级半，然后进化，刚好1级半，没有1级半吧，1级吧，差不多1级。啊，反正呀，没中，先去插个眼儿去啊。AQ 打反正。慢慢耗啊，我们的线上就是主张慢慢耗。先进草丛刷被动 A 打断柳接钩走，进草丛刷被动 W 的回血，顺便耗他血。W 流减速掏 A 走了，不打了，咱也不着急，哼，我看你回不回。我们就是折磨人，知道吧？折磨他。打板溜平给走。来隐身，打板溜减速，掏死。他交闪，我就去套点盐；他不交闪，我就把他抠死。留个闪现，各个击破，开个掉，全部收掉，再吃一层塔皮，我们撤。飞喽！他怎么活得这么快呀？啊，不对呀，这回家。这刀楞玩的可以呀、啊！哎，螳螂是刀楞吗？我记我妈老说你像个刀楞似的。螳螂是刀楞是吧？啊，对，应该是刀了。那螳螂的那个镰刀嘛，像刀一样，所以就是刀了嘛。打不溜 A 掏平 A。带吸血，你带吗？我带回血。掏 A R， 先走别急。W R， 点盐 A Q 平 A， 平 A 死了。Nice 呀，这一波兄弟，哎，直接把他上路塔推了，对。可以啊。还能再创一头，
再创一头，但是不推了啊。去中路来看看能不能杀一波大虫子。我是小虫子，你是大虫子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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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创一 Q 打板溜，套点盐了，套点盐了，套点盐了，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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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都没死 ，W 减速，掏 A 一走闪现，我靠！先插个针眼啊。来打 W R 走，要杀我！打 W 一 Q， 哇，这暴击了！完全没有歉意，没暴击就好了，怎么还得暴击了？这一个 Q 能暴击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真的暴击了，没这暴击他死了。我的血量正好，他一个不暴击我死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有视野，这个我是知道，我看见的真眼了。我心有视野应该也没啥事儿。Nice 啊，兄弟们，来这边赶紧到啊！来这边赶紧来，赶紧来！我这边要是收割，我们就起飞，先扫描一下来。打板溜 ，R 开起来，平 A 掏 ，A 一下，一走 ，R 一下，打板溜。这螳螂没学翅膀之前，不太好收割呀。等我们赶紧十一啊，赶紧升到十一，并且我们得需要抓紧时间有一个木印。黑暗中杀出，这里边有视野，1750木印。嗯，有点危险，其实这波红 buff 啊，我们小小的尝试一下，略微有点危险。W A 掏点盐走位，掏死。OK， 学个翅膀。W Q A， 蓝枪想杀可以杀。这不有眼儿，这位置有眼儿吗？这位置没眼儿哎。这蓝枪行哎。哇，武器被秒了，我没想到啊。这波我没敢跳。这火蓝有点意思啊，火蓝飞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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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按 ADC， 别按 ADC， 又拿人头了啊，咱们赶紧回家出个木印去。出完木印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一个这个鼬装。什么比较鼬呢？夜印之风。往这儿走，来，往这儿走，来 W 掏，漂亮！我的虚区是真地高，一 Q
打法溜小虫子，就你叫大虫子啊，下去看看这火蓝能不能杀。火蓝应该在塔下啊，80%在塔下。一 Q 没想到吧，有没有人？没有人把针眼排了，这针眼挺坏我事儿。刚才要没有跳弹，这火蓝杀不了，这有视野。队友去上路团战了，我们这边就别去了啊！告诉队友走一走，如果打输了我也没办法，我们赶不过去了。我们把下路的这个二塔给它拆一下，拆完以后我们去打小龙。对面三条龙，这个塔不拆了，赶紧去打小龙。我们打小龙很快啊，一定要把小龙赶紧打了。看看蓝枪啊，打不了 Q 点烟 A， 来一上来 A 一下，隐身 AQ 平 A， 死飞，哇999，出个收集者，小龙被我拿了还行啊。咱也来一个小锯齿短臂，出一个收集者，这能打死吗？原来寒冰是 ADC，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辅助。先收集者不行，先这个，那个太脆了，我需要要个红 buff 兄弟。咱们这种英雄只能野区阴人啊，不能正面打团，正面打团不好打，只能一个一个阴。先扫一下，来减速，干嘛呀？我没要上啊！来减速，过来先杀火蓝，杀大虫子吧 ，W 一过来 ，R 一下。可以 ADC 先死，我们过来杀武器 AW 平 A 触发木印掏蜻蜓点水打大龙，来最终没有意义，给我打大龙。给你了吧，既然你想要，点个屁，点了怎么没点呢？我小点一下了。先杀大虫子啊，别让大虫子把大龙给抢了。据我的推断，对面应该是有蓝啊，没有蓝，蛤蟆有，把蛤蟆收了。这武器敢过来不敢过来，先闪一手，别急。W R 一下，扫一下。W Q A 一 A 一 Q， 哎呀，没 Q 出来。
让他给我晕住了，差一个。